这段监控录像拍摄于2022年4月12日凌晨2点多钟。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房间的墙壁被人凿出了一个大洞，随后一个不速之客钻了进来。 嫌疑人当时是穿了一件外套，从监控来看的话，应该有点类似于棉服一样的外套，然后一个鸭舌帽，然后口罩，只露嘴巴和眼睛那种。他一进来发现那个摄像头过后，立即采取了一些相关的动作，就把那个摄像头扭转了一下，然后就看不到了。 当天早上5点钟左右，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某品牌金店李经理急匆匆地从家里出来，他从手机监控里发现金店的异常情况。监控掉线，然后我还以为是这边电闸跳闸，以前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我就不放心，就过来看。 李经理打开店门，发现店里果然断电了。他直奔电箱，打开了电闸。电闸开起来了，然后就发现后面有一个洞，然后我就跑前面去那个看，卖场里面都是乱糟糟的。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在去往金店的路上，李先生就预感不妙。他尽可能地安慰自己，店里监控异常，也许只是因为电箱跳闸，或者是老城区临时停电。但是，在合拢电闸的瞬间，他一下就看到金店后墙上出现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让他心里一沉，赶紧到柜台查看，结果看到了他最担心的一幕：柜台里大量的黄金饰品被盗，损失极为惨重。 由此，贵州省从江县自建县以来的第一起盗窃金店的大案发生了。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凌晨时分，开墙打洞，建成惊现黄金大盗，丢失600多件物品，金额是400多万。 盗窃财物挑挑拣拣，熟门熟路，来去自如。这个案件很让我们琢磨不透了。贵州省从江县发生第一起盗窃金店案，跛脚蒙面人一线正在播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县城沿都柳江而建。 被盗金店位于都柳江西岸的老城区。你好，贵州110，从事什么工作？你好，我这边后窗把人家敲了，里面黄金把人家偷了，钻石、黄金都偷走了。据被盗金店经理说，在案发前一天，金店营业一切正常，像往常一样。晚上9点钟左右。 他和店员们对店内商品进行了盘点，盘点就是我们店里面的卖出去多少，跟这个店里面还有多少件，就是要核对，核对件数是对的，就可以切盘了。余家湾路是从江县的一条商业街，这条街道上有9家售卖黄金饰品的店铺，被盗的这家算是规模比较大的。 据李经理说，店里非常重视安全防范，没有想到还是被盗了。我们店里面是蛮有实手的，安防我们就是有10几个监控头，然后还有4个红外线扫描。被盗金店的商品展柜是按照品种分区摆放的，分为黄金区、白金区、玉石区等。 在门店的最里面有一间小屋，作为仓库和洗手间。犯罪嫌疑人正是从这里开墙打洞进入了金店。核对下来是丢失600多件物品，金额是400多万。脑海里一直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做如此大的这个案件，因为被盗这个价值400多万啊。这起入室盗窃案涉案价值巨大。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公安局接报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组织警力赶赴从江县，会同从江县警方开展侦查工作。 当时是信心很十足的，每一名侦查员的话，都想把这个案子搞好，尽快破，各有各的分工，都是很积极的投入到专案组这个侦破工作中去。被盗金店无死角地安装了监控设施，然而，当盗窃案件发生的时候，这些监控设施和报警系统却因为被断电而统统失灵了。 金店内所有的展柜均完好无损，部分展柜的门锁有被撬的痕迹。应该锁是上锁的，但是可能那个锁比较松，很容易使用，就是有使用工具一撬就开了。办案民警在勘察现场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疑惑，那就是展柜中只有部分商品被盗，犯罪嫌疑人为何对唾手可得的贵重物品视而不见呢？ 盗窃的目的应该一般都是谋财嘛，正常来说，你能偷的你肯定全部都偷了。你说那些玉石重量比较高的话，你不拿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店内还遗留了很多就是黄金制品，包括手镯这些也还有。他拿了一部分金手镯嘛，然后也还遗留在现场。经金店经理确认，玉石专柜完好无损，手表专柜里只有1块手表被盗。 他拿这个表的话，我们也猜测，他是不是很喜欢这块表还是什么？现场这么多手表，为什么只拿这一块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案件很让我们琢磨不透的。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金店的收银柜台里，犯罪嫌疑人偷走了金店的公章和一本发票。因为发票跟那个公章，它又不是钱啊，是吧？它的目的还是图财嘛。 那么他到公章出去干什么？所以我们分析是不是为了销赃？金店后墙上有一扇窗户，为了安全起见，店里曾专门做了加固处理，在里面又焊接了一个防盗窗。没有想到嫌疑人会从窗户下面打出了一个洞口。金店背后是一片居民生活区，环境比较复杂，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 想要找到金店后窗，并非易事。凿洞这个位置，普通人不会去走到那个地方去的。我们说的是没有路进去的，可以这么讲。他是从，就是2楼的那个阳台，就是从那里要翻下去。金店后墙被雨水浸泡，砖头被腐蚀且风化严重，这里确实是一个安全防范的薄弱环节。 犯罪嫌疑人能准确地找到这个位置，应该是对这里非常熟悉。办案民警迅速调取了案发地点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不慌不忙的，他是可能是做足了这个财产的工作，摸清了这个黄金店里面的这个结构的话，他才有这么底气。 犯罪嫌疑人进入金店后，足足在店里停留了1个多小时，这显示出犯罪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我们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有前科的。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是，如果你是第一次作案，你不可能这样从容待那么久时间，而且还有选择性的去拿一块物品。犯罪嫌疑人从头到脚包裹严密。 现场也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参与办案的民警都感到，这次真的遇上对手了。这里是很遗憾的，因为现场勘查下来过后啊，确实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这个痕迹物证，所以我们说判断他对这个是比较熟悉的，有这么一个特征。至于这个熟悉嘛，他也有可能我们说的，就像盗窃，我们说内盗啊、外盗啊，还是内外勾结啊，是吧？对。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种种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应该对这家金店非常熟悉。金店夜间有没有人值守？如何进入金店？如何规避金店的安防系统？盗窃得手之后又如何全身而退？针对这些环节，犯罪嫌疑人似乎是做足了准备。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盗窃行动。那么，犯罪嫌疑人会是谁呢？是内盗、外盗，还是内外勾结作案？就此，专案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金店员工装修公然，熟知内情者谁有嫌疑？扩大范围，逐一排除。警方全程追查可疑男子，跛脚蒙面人一线。正在播出。按照专案组部署，办案民警对被盗金店周围商户和居民展开调查走访。然而，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开枪打洞，周边的居民却没有人听到声响。余家湾路是一条沿江的道路，犯罪嫌疑人从被盗金店出来后，有3条路线可走。沿余家湾路逃离，从金店背后的小巷上山，或者经过一座铁索桥走向都柳江东岸。犯罪嫌疑人到底从何而来？作案之后又通过哪条道路离开现场？办案民警进行了实地勘查，找来源嘛，最后查就是发现他包裹得很严实，戴头套，戴帽子，戴手套。我们还甚至看到旁边有个宵夜摊。办案民警走访了附近商户、居民、环卫工人，也找到了当晚营业的小吃摊摊主，均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根据犯罪嫌疑人对被盗金店的熟悉程度，不能排除金店内部人员作案，或者联系外来人员作案。办案民警对金店经理和店员进行了详细询问。一个范围划定了，那么排查结束，再划一个范围，每个脚步、每个脚印都要走扎实了，是吧？走稳了，我们才会把这个范围扩大。被盗金店除了经理是男性外，其他店员均是女性。经过详细调查，专案组排除了内部人员作案以及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这个时候，被盗金店李经理提供了一条线索：在金店开业之前，总公司曾派来一支装修队对金店进行了装修。因为它毕竟它也是属于一个知情人员的一个范围嘛。那当时我们考虑就是对现场熟悉，那要么你就是踩点，是吧？踩点你是必然要经历的，所以把当时能够有可能去了解这个现场的一些人全都放到这个范围，一一进行这个排查。装修队的人员对金店的内部结构肯定非常熟悉，甚至对金店的安防措施也了如指掌。办案民警随即对所有参与装修的人员展开了巡访调查。每一个案件它有它的特点，不可能千篇一律嘛，是吧？那么这个案件来讲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犯罪嫌疑人确实做了充足的准备，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做的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这个过程。在侦查工作中，办案民警有个重大发现，查到的几段监控录像显示，犯罪嫌疑人虽然蒙着面部，但是却表现出一个独特的特征。我们通过监控嘛，又发现他的走路姿势有点异常，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有一点跛脚。当时猜测的话，他可能是一只脚的话受过伤了，才会形成这种步态。他这个跛脚的这个特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线索。到一线医院，因为脚受过伤了，进行了一个前面的一个摸排。办案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该男子身高约1.69米，跛脚。经查，被盗金店内部人员及装修队人员无一符合此特征。这支装修队是金店总公司聘请的，队员都不是从江县本地人。案发时，他们都不在从江县。任何犯罪现场、犯罪任何案件，犯罪嫌疑人必须要到现场。如果他没具备这个实行条件、作案实行条件，那第一时间就可以排除了。 按照已知的线索，重案组决定扩大调查走访的范围，全程追查这名裹脚蒙面的可疑男子。逐村、逐寨，每一个小组不能拿下，进行这个视频辨认。当时县公安局就出了一个悬赏，就提供线索，5万，直接抓获10万。 在排查走访中，办案民警曾经查到一名可疑的跛脚男子。在案发时段，他对自己的活动语焉不详。那个人太矮了，确实，那人1.6米都不到。我们当时也做过侦查试验，我们从视频监控来看，那个嫌疑人就是站着伸手就直接可以把那个摄像头给转动了。然后我们也试了一下，1.6米以下的人肯定是够不到那里的。 所以肯定不具备作案的一个条件了嘛，直接就给排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大规模排查走访，再没有新的线索出现。案件进展到后面那个僵局，其实说实话，很多成员包括我自己，对这个案件都没有多大信心了。2023年3月16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专家组及贵州省公安厅相关侦查领域专家。 来到从江县指导案件侦破工作，这给办案民警增加了破获案件的信心。必须俯瞰现场，从现场去感受、去了解，当时这个案件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把这个要先弄清楚。专家组成员通过听取专案组的侦办情况介绍，俯瞰现场。 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及行动进行刻画，提出了下一步的侦查思路。专案组的每一个决定，下面侦查员的每一个付出，它其实就是案件侦破的一个沉淀。你如果没有这种量的积累，你不可能有这个质的变化。办案民警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针对犯罪嫌疑人出现的几处关键地点，专案组再次进行分析。 其中，在案发前几日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重点关注。这名跛脚男子出现在金店门口的道路上，他频繁地向金店里张望，应该是在踩点。他也是戴口罩的，但是他没有戴帽子之类的嘛。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像我们要找的人。 办案民警循线追踪，终于查到了这名跛脚可疑男子的真实身份。杨某，从江县人，家住都柳江东岸，是一名做门窗安装、焊接钢结构工程的包工头。他的年龄、身高、体貌特征都和监控里出现的可疑男子高度相似，而且案发当日杨某具有作案时间。专案组综合分析之后，认定杨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并计划抓捕。 然而，就在抓捕组准备展开行动的时候，新的情况出现了。购房贷款、工程亏钱，铤而走险盗窃金店，生意好转，东窗事发，代价巨大，悔不当初。跛脚蒙面人，一线正在播出。 2023年4月9日，经过前期侦查，抓捕组民警确认犯罪嫌疑人杨某在家中居住。还有他的孩子，也跟他在家里面。如果那时候抓捕的话，他母亲可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可能就引发一些疾病的。 疾病的发生吗？抓捕民警迅速将杨某家中的情况上报专案组指挥部，为了避免给杨某的母亲和孩子造成不利影响，从执法人性化角度出发，专案组指挥部做出了严密控制，不在杨某家中实施抓捕的决定。第二天一早，抓捕民警在杨某房屋周围严密布控，只等杨某出门，即刻实施抓捕行动。 杨某出门后驾车送孩子上学，民警紧紧跟随其后。直到让他把家里面，就是把小孩送到学校，啊，我们才对他进行抓捕。走，来，这边。 他们有激烈的这种反抗，对，当时我从心里说啊，应该不会错的。我们是没有十足的这个证据的话，我今天是不会动你的。当时我抓他的时候，1年了，我今天终于把你抓了。我说，好像早知道有这么一天。面对民警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杨某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一场策划周密的盗窃金店行动展现在民警面前。杨某的腿脚没有毛病，平日里走路也并不跛脚，作案时表现出的跛脚是他精心预谋的一个环节。杨某确实进入了金店，实地查看过内部环境，那是一个巧合。当年被盗金店装修时， 后面一扇窗户需要加固防盗窗，总公司请来的装修队不能焊接防盗窗，便通过当地人请了一个焊接工人。他们找的人正是杨某。一道防盗窗大概也就1-2个平方左右嘛，他不想做，工程量太小了嘛，所以他就不做。但是他进去看过。正因为杨某没有承接焊接防盗窗的业务， 金店负责人就没有想起杨某这个人。遗憾的是，警方排查走访的时候，距离杨某仅1步之遥。不想接这个活嘛，所以他就没有做，也是导致于在我们前期就是装修工人纳这个范围的时候呢，就没有把他划进来，因为不知道嘛，他没有参与。前些年，杨某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也就有了还贷压力。 原本想着做工程能挣点钱，没有想到工程干完了，他却没能及时拿到工程款。在外面做那个工程亏钱，接的活也接不到那钱，后来的钱也找不到，就是产生这种念头。2022年4月初，杨某偶然想起他曾经去过的那家金店，为了了解金店最近的安全防范措施， 杨某多次到金店附近踩点，他每天经过的时候都会刻意去看，了解这个黄金店里面的这个，上下班时间，什么时候关门，还有店里面有关门过后、下班过后是否有员工在里面，他就做足了这些准备工作了。他去到现场看过，观察过，所以他知道这里的这个，薄弱的地方在哪里。 确定进入金店的路线后，杨某精心准备了作案工具，他还刻意设计了跛脚行走的特点，以误导警方侦查破案的方向。为了隐瞒自己的行踪，杨某骑着摩托车进入老城区，他把摩托车停放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隐藏起作案工具后就离开了。 摩托车是提前3-4天在那里刚好，想了很久，想了就把那个车就停在那里，先停好吧，避免嫌疑吧。2022年4月12日凌晨，杨某开始行动了。他乘出租车来到老城区，找到了自己的摩托车。到摩托车那里就伪装自己，从那里掏出那些准备好的那些工具啊，手套啊。 手套、帽子。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杨某成了一个跛脚黑衣蒙面人。之后，他通过几条背街小巷找到了金店后窗的位置。些砖好像都是用那个泥灰破的，那很容易就撬得出来的。紧张，已经失去理智的，处于那种状态。杨某把金店后墙凿开了一个大洞，他从洞口钻进了金店。在金店内，杨某撬开展柜的门锁，把各种值钱的黄金饰品装进背包。 这个过程持续了1个多小时，就怕触碰那些机关啊，你一抬这个东西，它然后就会报警这样，然后就很小心这样。杨某只顾盗窃黄金饰品，对玉石等其他商品则放弃了，这也是办案民警曾经的疑惑之一。我是在网上搜查那个 黄金的价格啊是怎么回收啊？然后这个玉石我就没看过，没有那个想法做那个玉石。看那个价格还是蛮高的，就是顺便带了，顺便拿来一块，就是能够卖个好价钱。就是有那想法，就是之后变卖黄金的话，有那个公章啊，还有那个发票啊，利于变卖，这样把那个公章和那个发票一起带走。 盗窃得手后，杨某原路退出金店，他并没有急于逃走，而是通过金店附近的铁索桥走向了都柳江对岸。把那些作案工具、头套、手套全部扔到河边里面，然后把那个在口袋里面的金子，然后存在那个比较浅的那个河滩上，然后用石头把它压住。 当日早上，警方已经赶到案发现场，杨某竟然重返现场观察警方的行动。1天后，杨某再次来到江边，取走了偷盗的财物。那天晚上太着急了，就把那个口袋一下子全部泡进那水里面去了嘛。把那发票也打湿了，然后就是没用了，然后那公章也用不着了，就这样，就把它全部扔了。 他是放这些东西，这个是个烫手的洋芋，他觉得不安全，然后他对这个盗窃的黄金店进行个转移，到这个他的老家的房子里面后山。每天都是很胆战心惊的，处在那种很压迫感的、惊慌惊恐的那种状态，在过生活。 杨某到案后交代了藏匿黄金饰品等被盗物品的地点，在杨某的老家，办案民警起获了被盗黄金饰品367件，其余的已经被杨某销赃处理。据他自己供述的，应该是分3次，分别销往这个不同的地方，获利是17万，实际上是按我们说大打折扣的。 目前是已经依法打击了，因为收赃的行为，它本身也是一个犯罪的行为。2023年初，杨某又承接了一个较大的广告牌安装工程，他的事业又有了起色。这个时候，他的内心非常悔恨，生活原本是有奔头的，他却亲手毁掉了自己，毁了这个家。心里面太纠结了。 跟家里面的人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家里面的人，说话都很不自然，太苦，很难睡得着。有时候就想把那个金子偷偷的扔到那个金店里面去。刚刚被警方抓获的几天，杨某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心里充满了内疚和忏悔。他希望他的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做人。 希望他们能过得好，长大要学会做人，无论什么事都要不要去做犯法的事，懂得为人。其实，这社会不是拥有财富就是拥有幸福生活，失去了财富本来，失去亲情这种滋味，这太难过了。 杨某为实施这起入室盗窃案件，可谓是机关算尽。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行为，需要承担法律后果。那么，根据刑法，他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呢？收赃者的行为又该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于冲教授的解读。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像比如说达到了50万以上这个盗窃数额的啊，我们认为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所面临的这个刑罚呢？可能要在这个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个案件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涉及到入户盗窃的问题？对入户盗窃是这样规定的：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所以说像咱们侵入到这个商店。包括金店包括所有的这种营业场所，那么我们不认为属于入户盗窃那么它也就不具有这个特殊的定罪量刑的这个处罚机制。根据这个刑法第312条的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312条它规定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我们看这个比较核心的两个，比如说看交易的价格它是否显著低于市场价值。那第二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它的这个涉案这个财物的交易的手续是否这个齐备比如说我们像购买一些这种贵重金属这种机动车那么它都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凭证或者说这种手续，如果这些手续不齐备的话，那么也可以推定当事人买赃的一方具有这种明知。当然我们只是推定如果说买赃者一方他确实能够证明自己确实不知道，那么我们也认为对方可以不成立犯罪。在作案之前，杨某一时遇到了经济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及时的和家人或者朋友商量一下，应该会有很多办法渡过难关。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盗窃金店几个月之后，杨某就承接了一个工程项目，经济条件逐渐好转。他很后悔不该一有困难就心生邪念，触碰法律红线，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